其实之前完全没有语言，而且他在没有听到的时候，他完全离不开我身上。小雨冬三岁，两耳都植入人工耳刮，现在他能听到声音和别人互动。医生在哪里？这里。特别棒吗？他对，医生，爸爸。非常棒，而且他对一点很细小的声音都能够察觉，很对，很成功哦。我们觉得算很不错。他本身是鼻咽癌，因为电疗之后听不到声音。失聪原因不尽相同，但都因为这个医疗团队而听见。感谢主任，让他在各方面都很顺心啊。他们都在台中慈济医院完成电子耳手术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100例，成功率100%。许多患者加入电音俱乐部大家族，每年一次，病患、家属、医生一起交友踏青。把这个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尽量打破了，因为我们都是希望一起陪伴他们成长。在患者心中，医生改变自己的一生是救命恩人。谢谢。这个医疗阵容之所以深受信任，是因为师生四代同堂，有擅长各个领域的人才，又特别着重传承。好，这是许副院长，我们的第一代。好，我是吴宏斌，他学生第二代，是第三代，学生的学生，好，学生的学生的学生，第四代。面对权威大佬，年轻医师连捕捉镜头都害羞。再照一张好了，再麻烦你。准医师在医院实习时，经常被严谨纠正错误。医疗我就常说，就是我们能犯错的空间很少，而且一旦犯错了，有时候是不可回头的。虽然常常被骂，却心甘情愿。会有一种安全的感觉，因为表示你在这个领域你学到的东西是最好最棒的。他有一个理论啊，就是说你如果下一代的功力只有8折好了，那到第三代就剩第一代的一半，所以他一直说希望下一代一定要有，你每一个学生就当然希望是发展得更好。他的听力状况没有很好，但是他们的学习其实要转换会比较困难。针对特殊个案，每3个月跨科别开会。现在一年我们上看40-50例啊。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看的这些都是被当智障了，当智障当了好几年以后才知道是听力的问题。于是耳鼻喉科、复健科、儿童发展复健中心还有社福室共同讨论能提供病患哪些帮助。他的确是把他非常大的期待全部都放在做电子耳。这是一个门诊空档的中午，没有病人在场，医护人员仍然深入探讨病因，为找出更周全的办法而努力。